动力新歌 Drive To 营业啦！欢迎光临，请问要点什么歌？这不是我的家。五星好评。有点洗脑哦。五星好评。谢谢，请到前面取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您回来收看《够力新歌 Drive Through》，我是主持人凯欣。首先，让我们恭喜 EXO 李宇豪抢了头香。他在1月1号发行的个人 EP《新移民》是够力原创2021年推出的第一个作品哦。这不是我的家，可是我没有回去的地方。这不是我的家。EXO 去年发行的单曲《遗落星球》和《安琪儿》，以及今年的最新单曲《新移民》，从之前的首张个人 EP《好大大电台》的放曲风，到这一次回归初心，用摇滚来呐喊出追梦路上的孤独和迷茫。EXO 把他的心路历程都寄于歌曲，唱给大家听。仰望的人对我，下一首搭上一月早班车的歌曲是林心如《不要打给我》。推出甜甜的奶茶，再问对方能不能做我 MPY 之后，用不要打给我这一首单曲为看不见未来的爱情故事画上句点，请对方不要再打给自己。第三首推荐歌曲是 Susan If You Love Someone。悲伤，记得把爱留给自己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从零开始一个全新的你。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是 Daniel 李吉汉 Absolutely Beautiful， 这首歌曲是 Daniel 送给新婚太太的结婚礼物哦。You're absolutely beautiful, beautiful to me.在去年一月的时候，跟女友的婚礼上现场演唱了这一首单曲，还对她深情告白。哎呦，真的是帅到！今天我们就 drive through 到这里啦，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来哦。一辈子追求的。